B 问的，若内心尚且完整守戒的切切自信，是否宜先等待不急于受戒，还是把戒先受了换戒的忏悔继续努力改过就好？你说什么啊？你要受戒的时候啊，你就知道那个戒律，就要严守这个戒律，不小心犯了可以拜忏，就要忏悔，确实真心忏悔。本来就要有自信能够守戒，这个是很重要的，不急于受戒。这个受戒，你急于受戒你就守戒，不能这样子这个七七八八的，他们讲七七八八，七七八八啊，差不多，还是把戒先受了，换戒了忏悔，继续努力改过更好。这个你自己检讨自己，自己先观察你自己，以后再说。